前面就是大妹家了，出去这么多年，也不知道大妹在家里怎么样，去看看她吧。大妹，谁呀？来了！你谁啊？敲我家门干嘛？晴晴，是我。哦。 原来是大哥啊！你不是去城里挣钱去了吗？怎么穿成这样回来了？晴晴，大哥在外边不好混，这欠了一屁股账，只能回来了。我看晴晴你在家里过得挺不错的，你看能不能让大哥回来，在你家？在我家住？你想多了吧？你也不看看你混成什么样子了！我家是你住的地方吗？ 你配吗？晴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呀？我可是你大哥呀，咱们可是亲兄妹啊！亲兄妹，亲兄妹怎么了？你混成这个样子，出去可别说认识我，你也别说你是我哥，丢死人了！哎，算了算了，既然你说我们兄妹一场，这儿我这有200块钱，你拿去，来。 随便找个地方去住吧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别让邻居看见了，丢我的人。我实在没想到，出去这么多年，大妹竟然会这样对我。这么多年的亲情，就值这200块钱。前面啊，就是小妹家了，我去看看小妹去。小七，哥，哥。 是你吗，哥？是我，小七，大哥回来了。大哥，你回来就好。可是，你穿这样的衣服，你在外面遭了多少罪啊？小七，大哥在外面不好混，这欠了一屁股账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回家了。大哥，既然外面不好混，咱们就回老家，在老家踏踏实实待着就行了。小七，你不嫌弃大哥？ 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小妹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正好呀，你今天也回来了，我等会儿啊去找姐，咱们兄妹三人啊好好团聚团聚。晴晴啊，你啊就别找她了，我啊已经去过了。啊，你去找过我姐了呀？那我姐怎么说的呀？你二姐呀，她呀连门都不让我进，还给了我200块钱。 让我出去住，什么？他说，以后啊，我不再是他大哥，他呀也不再是我妹妹。这我姐怎么能这样做呢？她怎么能这样说你呢？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呀，这我姐有点太过分了吧？行了，小七，咱呀就不管她的事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呀就不管她了。哎，对了，哥，你这大老远回来也该饿了吧？走。 回家做你爱吃的手擀面，走，哥。哎，对了，哥，我家里啊没有面了，我去这个张婶家借一点，你呀自己先回家吧。小七，你这在家是怎么过的呀？行了，你呀别给哥做了，哥带你进城。啊，进城？ 没错，进城。喂，小周啊！喂，李总。现在在我们新开发的那个小区，给我找一个面积最大、户型最好的。行行行，你放心。这2天我就要住过去，你呀，赶快安排。行，放心吧，李总，我呀这就找人装修一下。好。哥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七，你呀，什么不要管，也什么不要问，跟着哥啊进城，哥带你享福去。走。小七，你呀，先在这儿等着哥，大哥啊一会儿就过来。好。 小七，两个上车。啊，好。哎，这车上怎么坐得像小七啊？ 大哥，这是你的车吗？这车可不便宜啊！我大哥在城里肯定混不差。晴晴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这带小军去干嘛呀？你怎么不带我呀？本来我是想带着你的，不过你不是看不起哥吗？不是要和我断绝关系吗？这200块钱啊，是你给哥的。哥现在也不差这200块钱，你呀。 就拿着吧，哥，我可是你亲妹妹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行了，别说这么多了。我看你啊，在家里过得挺不错的，你就在家待着吧。我啊，带小七进城享福。哥，我跟你开玩笑啦，你